OK。我问这个人要水饺，爷爷再一手也无啊，才剩无几包啊，真正。我问这个人要水饺，高丽菜水饺、手工水饺，一包一百粒，一包一百粒，我饲鸡，你卖得着？你超市问看卖啊。你何家乡的手工水饺一包，我落来卖你300块，200块对吧？不是卖200块。好啊。好贴无？卖200来，不然卖吧，200块。包两百块，两百，来，再一包就包几箱啊？好不啊？不。好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可以点菜哦。有泰国咖喱不？有泰国咖喱西菜啊，见了哦。够诶。三百呢？好了，我春节200块。你是谁？下段这正海水也莫下，两第四条，六条哩，八条哩，还是十条哩？300块，300块，300。蒙了。还别断一个我来。国南，国南，牛肉1000的过去了。好，来过来。现在，未来。再来，ID 7 8 8 9 10 4 6 8 10。过来，我变大无？你只爱收盐，你就较无包空的老来拿地来。我再来就八点。啊，建宏，建宏，帮你留白大鱼。ID 7 3 8哎，十第个上来了。老舅都来，老舅都来，谢谢。老舅，好，建宏帮你留了，建宏帮你留了，帮你留了。来个现在300块留，300。白带鱼，白带鱼，好。好，帮你留了。为什么我孝顺又很好笑呢？很好吧？这咸鱼啊，好卖卖，咸鱼有人卖。今天没有到竹东，今天没有到竹东。哎，这白的卖死咸的。我培养卖四件鸡，这较大只。哎，姐姐来，我问一下，南北话你卖卖，我开一百块偌济？即摆你去问我问下，咸鱼啊，即摆一百啊，大尾就对啊，即摆问开100块，一尾卖100，两尾卖200，两只卖200块。哦，你老师到位，两只卖200，两尾3只来，我少钱200块，这3只200块有200无？咸鱼啊，卖四件的哦，等于相差这无够咸三毛钱啊。我问一下，一人卖4只来200了啦，一只50块了。这冰的未害，冰你10年也未害。哎，五位两百，好济个，两百，才40块呢。对啊。哎，200块来。你哦，一年买一届啦，拄好食一年啦。一年都一届，一届吃一年。哎呀，一年要一届啊，一届吃一年。除非伊做爱吃咸鱼啊，对。是啊，这五只我吃，一届爱吃一年。啊啊，顺序啊顺。有种少爷吃咸鱼啊，伊卖啊。顺序我吃，顺序我吃对哦。唔知少爷你唔知哦。哦。啊，伊拢食啥？拢食草蟹吼，食暗鲜，食草蟹，食披萨，食炸鸡啦，食披萨，食炸鸡，食肯德基啊，食麦当劳啊。麦当劳是国难食啊。即卖囡仔你是倒一个？要叫一个，要吃倒一个，要吃咸鱼啊？你讲是囡仔？一个。你讲囡仔？好哦。我啊。出家哟。阿伯无啊？阿伯无爱哦。无啊无啊。啊，这种再带来你都卖。刚好你才归心嘞，快叫三弟你哥对的。还有还有啊！你这个是讲价上来了，三百块。阿松，阿松最近好像有事情。哎，不来。哎，我错了。阿松最近好像有事情。我问一下脸书的朋友啊，你们有些人。有没有是？有没有是第一次来看的？打针流啊！
第一次来看的，让我知道一下。这样碳烤店烘起就对了。第一次来看的，找个嘉义，找个嘉义让我知道一下。脸书的朋友，一袋卖三百，三袋开九百，我借借五百块对啦。讲买三袋五百，先来三袋五百好了。讲三袋五百，讲四袋五百好了，要借五百块，四袋五百好。讲五袋五百了，五百块了。安尼啦，两个人去讲六袋五百好了，先要借五百块了。现在泰国虾很贵哦。五百五，我红起我五百块无人买。两个人去，我直接掉较紧的啦。两个人去三百了，快快了。爸爸，加起来。加起来。还多少钱？还要多少钱啊？不好卖了。加点了，这个是的，我懂。没错。三百五块。三百块五。啊？赚钱。我还没卖呢。加个酒。你可以怎么是第一次看？哪个先来？三百块最好结不？三八。脸书这边很多新人哦。脸书这边很多第一个第一次来看。哪块？我啊，帅姨啊。脸书这边很多都第一个来，第一个对啊。脸书比较多新朋友。现在雪都是雪三条的、四条的，现在五百块了。你多花贵啊，五百。我们就雪的，五百块。我这边就碎的了，一条来，两条来了，这三条来五百，现在四条五百了。哎，五百块。阿伯，今天拜托。来，叫你，给你，来，找你钱。来，我五百，什么价？五百块碎的。来，我五百，什么来？我问价，五百块，五百好，你要三条、四条来。哎呀，伊要大地种的话，伊只只头。哎，五百块，五百块够人买无？剩最后一箱无啊，五百了。五百，够人买啊！我来试试啊。啊，这好，我有啊。啊，这鲨鱼我问一下，鲨鱼这大地这一地两斤外，一地两斤外要三斤重，我一斤起你百五块。这地方开你五百，招你四百，招你买三百，你无地方现在这地三百块，这地二啊五了，刷鱼，规地白好好，因为咩？红白块那白冰冰的卡通片，啪！而且现在我问一下，佮今年水条讲这完全无骨刺啦，连皮骨头都无啦，等去用烧水烫坐这哦，反正这刷肉会坐落起来，足简单的，吼，足简单，你买大地哦，等于较好用。买细地哦，买细地带无细地烫就出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下次再来。而且现在抢买一地啊，一地要开偌济？开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免来你水塘讲二啊，两百了，两百有刷伊，两百个，3块来，三块做三个，无得伤重来，今日啦。哎，我先要只刷伊的。这里没有买广告哦，对啊，我没有在买广告的、啊。哎，你等于搞炒菜，你啊，完全没炒出。我没有在买广告的。炒酸辣、炒豆、最炒高酸菜，你欢喜对吧？哦，真正，你爱食虾米，甲炒虾米吗？炒三杯买菜，200块了，200块。这冇人家客都煮埋，真正。哦。怎样？没有买广告这样很厉害，对不对？200块。我没有买广告这样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你刷伊只水无人爱。200块尔呢，200块够人要吃无？我问一个200有无？200块，无啦吼。你大只你食？你买一个车？湖南在知影无？再去用咱只台式。来，这鳕鱼排春只，春最后一手无啊，鳕鱼排。正帅伊落去做的，拄仔你买四块五百，就帅伊落去做的，这骨头拢该出掉啊，骨头拢拿掉了，完全骨头拢出掉，这自助餐你无得吃啦，这爱食，你去餐厅、简餐店你吃才有，一袋肉是80-100块啊，一袋80-100块，咱甲算一袋80-200块了啦，一人买3袋、4袋，都开300块，帅伊，正帅伊落去做，帅伊摆，等于你搞用700块钱，这一人买5袋，一人买6袋，来我就一300块啊，几袋啊？6袋啊？7袋啊？你啊8袋啊？来我就一300块。我们吃鳕鱼排的无，哎啦，这九条俩，这十条俩，300块少钱，300块，帅鱼排，第个哩啊，十一条哩，刚刚12条哩，300块啦。我那么吃帅鱼排无？来谁的？不要，这方面。我恁来鳕鱼就去做，然后来两条、4条、6条啦。啊，我这8条哩啊，这十条一条30块，你无得买啊，真正啊，300块了。
我怎么知道他临时休息？我又没有住他家里。高地、十地、十二地，嫌囝都唔知啦。对啊，连他都不知道，还我还知道嘞。是。他如果能够预测，他如果能够预测，他就不叫龙王了，懂吗？六七八九，无啊，还有，还有谁？好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碗鱼哦，五年咸水的，这两天碗真足贵，我买一片，水也看卖着。来，两尾二厘，这三尾二厘，四尾二厘，五百块啊，五次给你五百块了。来了，这六只二厘五百块，这尾出门一百，这尾够啦，七只，一只剩七十块呢，够两百不？啊，两尾四尾啦，这六尾够剩五百块啦，碗鱼啦，七只五百块，一只剩七十块呢，真正。碗鱼够什么吃？碗鱼够。礼拜六去八卦三队。我先卖了，我根本改哈，四位又来了，这两位又来，我现在七只五百块，来。还够先卖来，两只、四只，这六只来，七只够五百人卖无？七只五百块，五阿姨五百块了，一只剩七十块。无人爱啊哦，五阿姨啊，来。谁啊？这小香。黄胡涛啊。好啦，还五百块。我呀，还有五百什么来？五百。还有个什么进来？五百块。五百。第五市场你也去过，姚冠军。我应该看过你，只是我不知道你是姚冠军。不，我请你来。不，我把什么加五百块。不然以后我都讲他不会去做好了。你真的是哈、喔？我刚才讲他会做啊。我好。好。来。啊，这鲈鱼细只，剩只尔，阿伯拢大只个，细只个无，细只什么只，剩只无啊。想买几块钱？然后自己看社团就知道了呗。没有做看社团就知道了啊。这有什么好在意的？我不懂。能办？能办？我当然要先讲他会做啊。这小姐能办好不？他没有帮我留什么？我看一下啊。我不知道不？他那鸡腿人是不是？因为今天再不多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头套替我来。头刀跟鸡腿。共款多少没有留？服务一下哦。应该没有，因为他说共款。有一圈出去三包，三包肉皮有两百块。有一圈出去三包两块。有个那个刘瑞宇。啊，这干贝应该是没有留到。看到所有东西卖完。你差三袋，差三。看到。差三袋。差三袋，差芹菜，你好，你怀疑你要两块一包，两百块有人来不？两百块。两百块，一包一公斤哦，两百块了。对，还有我记得。我跟国奶，国奶，帮我拿一下头刀跟那个鸡腿一百。要记得看都来，他这么多的同事。啊？来，汤姆小馆，然后小刚啊，这都无套地方出价了，无啊。这东西拢免抬，你也看这白水金细细。完全免抬，伊规只拢袂食，干啦袂食，为只也袂食，干啦伊的树干袂食尔啦，伊这支树干袂食尔，啊，这支是伊的哦，伊的骨头，哦，伊几袂食，剩咧拢袂食，等去三晒，你看我一斤哦，三个好，一斤7400只咯，三四百嘛，啊，就先我问下，再搁上面，再搁这里啊，不用开500，就400，现在300块了，啊，大哥，我啷么食？OK， 过你，过你，三百块，好。刘宇没有了吗？刘宇刚刚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谢谢。300块来。过来过来。哎。来。给你。来，找你200。小苹果。好黑啊。去八卦山要多。你这点还领经济啊？等下靠薪水。那这个来换我的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今天结果等下你啉沙石油，搞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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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八点多就。因为连鱼丝的鱼都不多，他本来今天做的。下面接下来，
他说那是对着你，那个是干贝，最右边那个干贝。这个是澎湖抽，都是澎湖抽，澎湖的很小只的抽抽啦。最后来，默默找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昨我甲用台风节做好笑代志。好啦。爱喝酒，爱喝酒。真正做好笑。啊，上好笑，阿健人家吹气头。阿健人家拢甲讲，你袂忝，想来讲哪会忝？我惊。人家就甲骂伊，伊讲，你娘！你八点下班，我十二点我就下班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些美老贝，三百块，哇！哎，啊，一瓶一瓶的。哇，对，这是情况哦。好，我给你啦，我给你啦，我给你。我笑。阿杰没听到吧？无，阿杰无。你要虾大只虾啊！好，我跟他讲，应该也剩没多少。给他们黑啊，带杯黑啊！哦，这鲈鱼大只，有人要吃无？我问者，大只无大只，你来看卖水的。这包黑鳞五斤够了卖，五斤重，一斤现在上上啊，还四磅。这包黑鳞才五斤的，我问者谁来？1000块，八卦山，八卦山有。金丹是丹哦，无挂水。八卦山，八卦山他们有去啊。我问一下，这鲈鱼水的有人要吃的无？我问一下大只的。这摆有鲈鱼，我都贵的，一斤卖我开你800-800块。这摆抬价上到我开200块，一尾卖200，两尾卖偌济？两尾卖400，三尾开600啦。你三尾500块，就剩500块了。四只500了，我卖500块了。无啦，我是在第一道冲。四只来，我就剩哦，这尾过来哦。五百，进来啊！拜托，只要无人去落，伊个你袂出去。五百，咱买无？真的。好笑。刚才那一段话不可以给阿根听到。等你一件装叫挂。你等一下，阿杰哥，无你搞你来背。来，搁先来。500，有人买无？来，搁500块先买来。500拢有啊吼。500块，我望着想着要买3只的无？300块了，3只300够，人要买3只的。想着买3只。不然我买3只，我3只就好。太多的买3只，3只有无？我帮你开，然后帮你开就好。还有3只，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3只够两百只，有300。然后帮你开。300够无？来，再进来。来，鲈鱼够两百，我3只300块。然后买2只200块。不然了吼。我再买一只的。八卦山，乌日到八卦山还好啊。不能卖不？乌日到八卦山在20分钟而已。能借的，今天来买这个一只。买一只警察的啊，伊是，伊把警察拍卡拍起哦。哎，落一个啊。鲈鱼来。哎呀，要死了。哎，我现在来200块啊，200个有无？200个一届，200的，200个都揢无着无？2只200块，2只200块。我搁捧两个来，搁捧两个喂，捧两个好啊，来搁捧两个，好了啦，紧的啦，重的，我搁收来，乖哦，收来无啊啦，今收来这大只水的啦，只买2只，剩下2只300块，
两只300块。我。三千块来。那三百块，这个贵三三。来。来两只来三百来。大只来，搁现在300块。来这两只搁来300块了。来两只300块。来，好好花。上次啊，上次我说哈，他说他以前是木鱼，一直卖50块，然后他就说菜椒啊，那个老爸就说他菜椒啊，他说以前是木鱼3至100块，20年前是木鱼3至100块。够那么香鱼的无？他就说姓红菜椒啊。金爸，你该讲啊？你三百，你一只一个三十八，还讲你菜椒啊？一百只一百都去卖啊？我知啦，卡遐我改1.8呢，你啊1.8呢？你买你菜椒啊？我要不吃死的你卖鱼啊？煞唔知我菜椒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，讲真多，高价来个现在300块，你要吃香鱼的，香鱼有啷么价无300块？韩公公的呀，才是喏。你那个一手来切的，我再给你切。我一手切的，我再给你切。来三来四来，五来六来七来八来，到这个下来300块了。香鱼套了，香鱼套了。